个风味真好的 Phoebe， 今日同大家介绍一下九江街一号线上华庭极高层的医室。这个单位实用面积是271尺，连天台229尺。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单位先。就向北嘅，主要嘅景观咧就系深水埗泳池。你再望远少少咧，就会见到荔枝角嗰边有华景山庄啦，同埋四小龙嘅。呢个单位比较特别，好少开放式单位咧系有名次嘅。呢个厨房咧有齐基本家电嘅，仲有个特别之处咧就系。个工作平台是由厨房出的。哇，你看个景观几靓，几开扬。我是风味分行 Phoebe， 随时联络我吧，拜拜。